这里是 Standby 首都 Copenhagen， 今天我们将会迎来新的选手张继克和他的父亲。谢谢。加油，在哪里啊？是这儿吧？我们好像迷路了。向姐姐带了一个傻妹妹，对了，不要拍了，赶快去，那一定是有线索。我相信。 他不是要一模一样的表演方式，而是要看一个有情感的交流。好害怕，高康的，这怎么可能完成啊？哎，我已经腿软，妈妈，这是什么鬼？完成不了，那就放弃了。天哪！你开车好漂移哦！我去，挑战 ，Go，加油！Yes。 Good boy。他说不走啊，最后一个了 ，please， 拜托。